来啊！啊，我重病了。什么歌？主唱感冒，看来我需要准备很多笑话。好，刚讲一个超长了，然后现在讲一个超短的，一样听了。今天笑话就买一批哦，不然的话，主唱没有钱治感冒。那这个很短，注意。请问哪一本书教人家吃小孩？哪一本书教人家吃小孩的？有一本书，台湾的一本书，一本励志的书。错，你把答案讲出来，所以错。对，请问哪一本书是教人家吃小孩的？对，知道答案也不要讲。对，这本书就叫做……等一下，答对了就有机会可以买一张 EP。买一张。答错了有机会买两张。对，那答案就是替假音呐。是哦。一破梗还要讲一次，你要讲。外面听得到吗？好 ，OK， 请听我说。